等一下，等一下。什么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你为什么这么小？你是不是日行打我一次？哎不是，哎，你好好说，昨天是你打我好吗？我是有没有条件都没有啊？没有，还是你打我？哎，你重连。哎，昨天我输成球了，好吗？昨天我也没有咋、哎、没人上。好，我先连，我连你吧，我先退一下。我刚开播，主要是。哎，我怎么马赛克了？我的天，刚刚。好卡哦，什么情况？好卡哦，好卡哦，这什么情况？嗯。先摇个人，又来帕特又来打我了，先群里边发一下，发个红包，要不然没有人来。嗯，连麦记录啊，太卡了吧声音。欢迎我三金叔叔，刷新一下吧，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为什么这么卡嘞？我要不要重启一下？重启一下吧，要不我重启一下吧。山叔啊，我重启一下，还现在还卡吗？我先退一下啊。有小叔飞的粉丝荧光棒。嗯，那我们你今天玩什么？你定呗，我都可以。我们要不就钻水管吧，我还是比较喜欢钻水管。不想站起来，我比较喜欢学区。感谢阿旺的办卡，你放伴奏吧。好，谢谢情绪手，大家帮小美过过福星任务啊！新的一天开始了，这个票已经拉开差距了。喂喂，没有没有没有。一会儿我就会去世了，我感觉。我先找个歌。嗯。这首歌。我找了一下，我每天必读，然后这些人都没有播，或者是在干其他的，然后我就找你了。虽然我知道昨天咱俩没播。我实在是，你看，你看，是不是？是不是？这是暗夜的车，哎，这只是一辆车，大姐，你都连车都没有。欢迎三金叔叔，你等会儿连那个，一上来我真没什么条件，我跟你说我没什么条件，好吧？谢谢小淑妃的班卡，感谢小淑妃的班卡，谢谢亲友小淑妃。里面来看他情况，看他一圈，我确实没有人，所以我才连的你，你知道吗？知道吗？好吧，好吧，不知道是不是隐身，你知道吧？哎哦，我好像不用学区了。你看一下你这时候的周榜，真的是你太谦虚了。是因为我真的能熬，真的熬出来的。昨天熬了个通宵，下午又播了。哦，你下午？对。对面有大哥哦，是吧？那咋办呢，三叔？三叔，对你这样吧，你说我，哎，我这边能上个尊严。谢谢阿斯蒂芬使的法国的。音乐放起来，不要让我尬到这里。哦，等一下，忘记了，不好意思。又来，目不转睛。嗯。最后两分钟，我们休息吧。最后两分钟我们休息啊。好的呢。第一次叫对名字，因为我比较喜欢那个，就是只叫一部分名字嘛，就比较方便啊。就嘴瓢的人，我是属于是一个。看着你，看着你，目不转睛。
哦，左一还欠我100块钱，我们今天赌了100块钱，赌我下午6点钟能不能起来直播，6点半能不能起来直播。谢谢兔耳朵。一会儿左一，我去连左一的时候把这个事情提醒他一下，该给我转100块钱了。对，上午播了晚上，你们欢迎小虾虾的灵魂，欢迎思雨难忘，欢迎旺哥，欢迎旺哥。哦，你是我的同学啊，法国，你是我的同学啊。想起来了，最后一分多钟，大家帮小美守一守好吗？看着你，看着你，目不转睛，正在看你，等待你认领。看手机，装不在意。飘向新的去向，飘向你的，看看时间坐下太过三分钟。怎么改名字，我这名字就离谱，就是你的名字在那个什么鱼丸商店里面设置里边好像就花钱改名字，如果你之前没改过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免费改一次。好，几十秒大家帮小美守一守，有鱼丸的宝宝我们二星任务过一过，过一过，过一过，二星任务差三个人头，差三个人头，一毛钱凑一凑，放弃挣扎。最后20多秒了，有点紧张。你最好紧张起来。我有点紧张，真的真的，因为老是，我跟你说，老是就是最后去世。欢迎猫哥。谢谢旺哥的666，感谢旺哥，谢谢旺哥凑人头，谢谢小双的弱鸡，你去对面凑人头吧。 OK。 好，怎么样，我是有条件来打你的吗，小美？好，我信了，你今天没有条件。我昨天没条件。我信了，侥幸赢了。 我是这样问一下，对面小哥哥还在吗？三金说应该在。在的话说一下，不在的话我背篓就浪费口舌。他应该在啊。欢迎 Timo 哥凑个人头，谢谢暗夜哥，谢谢暗夜哥。我把这个歌关一下，就背个3楼就行了啊。他在不在了？真的不在，我这个背篓的这个。他在的，在的，在的，在的。如果他不在，我就一会儿问一下，然后帮你转达给他。谢谢 Timo 哥的勤洗手，谢谢。谢谢提莫哥，这也是你们家过来凑人头的吧。夏天，我那天连到的韩国小姐们，你记得呀？怎么了？我欠一次背篓行吗？为啥呀？我欠一次背篓。为什么？他好像不在啊。不在就不在，这背的就没有意义。好吧，那你下次等着他来的时候再那个。我再背。好，拜拜。好，拜拜拜拜。欢迎幼稚鬼，欢迎幼稚鬼哥哥。欢迎幼稚鬼哥哥。大家今天抽抽小美的日榜，帮小美过过任务好吗？她真的很甜，又很美，又很憨，真的吗？喜欢吗？你是要变心了是吧？我知道我没有别人好。我知道，我知道。哎，那首歌咋唱来的？欢迎浅酌的微醺细思细腰。谢谢阿旺，谢谢阿旺的棒棒的。你的心永远在我这儿。好的吧，大家帮小美凑凑三星任务呀，三星任务8个人头，小姐姐我们又来点舞。好的好的好的，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对，夹道欢迎，举双手欢迎，正好我们要过任务。来吧，你觉得今天的衣服怎么样？不行的话我就去换一下。这个应该还行吧。还行啊。我知道你很难过。哦，是这样唱的，应该还可以啊。这个衣服就是怕超管警告，要不然会涨不了分。穿个丝袜可以吗？不可以，太热了。他中文不好，我还问也不太好，去互相交流一下。旺哥说话，旺哥，旺哥，
汪哥，看什么？说我哦，对，汪哥你要看什么？我先准备起。10点钟的时候刚吃了饭，可能啊、哦，差不多也消化的差不多了。能那个完整里真闲的扇子稳跳吗？等一下，我先看一下视频啊，忘记大概动作了。嗯，独一无二。人家明明叫哇，不叫独一无二。其实这首歌翻译过来是独一无二吧，嗯，好像因为我在这边上面看见的就叫哇，这个，对吧？我先看一下视频啊、哦。大概的看一下。哦，感谢幼稚鬼，谢谢幼稚鬼哥哥的星空火箭。没事不急，好的。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舞的？看看他的现场版啊。我知道了，我把它美化一下，有点吓人。尘埃哥哦 ，so ga， 懂了懂了，原来如此啊 ，so this ne。嗯，对呀、啊，欢迎三金叔叔。欢迎三金叔叔啊！哎，卡了。尘埃哥是你大嫂。好，可以了，来吧。输了吗？刚刚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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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你刚刚去哪儿了？我们要那个跳袜了。
刚卡了。嗯。卡了啊！来继续。斗地主没有人。回来了吗？哎，旺哥和鬼鬼呢？还在吗？嗯，欢迎王内谁。回来了啊！你是要继续跳完吗？还是看其他的？这个我看不懂啊，是吧？你是要继续跳完，还是要看其他的呢？小哥哥，感谢因为是大美的吻和洛基。欢迎 Vivia。随你都行，那我们换一个，这个怕进来一群打问号的。那换一个。不要加藤林还没到时间呢。Thank you.
的바그만여기까지인가봐너와내얘기그만쉰왠지익숙해지근데참뷰어제만비밀다들려줄게어제만 Wanna tell you, wanna tell you boy It's only up tonight Wanna tell you, wanna tell you boy 비밀다들려줄게谢小组长的办卡，欢迎所有进入小美直播间的好朋友们。什么加微信？超火加微信。欢迎我三金叔叔回来。刚刚我太卡了，重启了一下，可能是我刚刚下午下播没有那个拜拜了。好的好的，谢谢优质鬼哥哥，谢谢你哦，谢谢。大家帮小美凑凑这个福星任务好吗？什么加特林？哦，好，来晚了，休息一下吧，休息再继续好吗？咱们凑凑三星任务好吗？三星任务差两个人头，谢谢我疯子欧巴的武汉加油卡，差三个人头三星任务，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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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欢迎我在刀区刀，我在欢迎我在刀楼上，欢迎九千秦茂茂，欢迎想要进入小美直播间的好朋友，欢迎儒雅随和，欢迎，恭喜恭喜，征兵中出的恭喜征兵升到二级粉丝牌。大家帮小美凑凑福星肉吗？差两个人头，就差两个人头，怎么那么抠呢？一毛钱都不给我，对吧？我跳的那么努力，感谢下午起来了呀，下午起来了。我上一次直播是6:27，6:27，你可以去看记录。嘴都瓢了，是的，是的呢。下午播到了那个9:30下的播。谢大力丸的魔法球，感谢大力丸，下次一定。不可以一毛钱凑个人头都不行吗？还差一个人头，差一个人头，差人头，差人头。感谢赖晨的办卡，感谢赖晨哥哥的办卡，谢我赖晨哥，谢赖晨哥哥的办卡，感谢赖晨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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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错过呀，我们一会儿还有更精彩的呢。过了是吗？哦，三星任务过了，我们四星任务又开始抽人头了，凑人头了。这个四星任务人头凑一凑，一人一毛钱，一人一毛钱凑一凑。谢谢头号理想，感谢头号理想哥哥，谢谢。谢谢理想哥，谢谢闪电的赞，谢谢可口可乐的能量水晶。四星任务，四星任务差9啊，你知道吗？还能套头，知道吗？谢谢，加一个加一个，谢谢康康的赞，康康双双飞呀，谢谢你看可以不的鱼丸，我们一毛钱给小美凑人头，大屏。凑人头，四星任务过一过，过一过。我们打平了，是你喷的，你喷，你先喷我的。我说要把你禁言360。我说要把你禁言360，你先喷我的，你说我2988。我先没理你，我在那跳舞，跳的上好吧好的，对吧？跳了3首，连跳3首。你还白嫖我，你还在那里嫖我3减4。欢迎我三金叔叔。大王。别理。大王。大王。胡闹。大王。出去。你怎么那么小啊，你的视频。你那边看我小吗，慧雅？
你要指对面小，我也是一个小框框。啊，那这是为什么？对，我这边看你也是一个小框框。我把你拉大一点。谢谢长青哥，谢谢长青哥，谢谢。对呀、啊，你喷我，你先说我二七八八的，要不然的话我才懒得理你。好像你拉的有点太大了，感谢走心哥的六六，谢走心哥，好平哦，我们好和谐的一场，我也觉得好和谐，我们聊天吧，对，我们聊天吧，是学院，聊天吧，聊天，哎，你又比我多了，不，我们不扭了，不扭了，我们聊天吧，可以可以。欢迎 Tim 哥，那我们这个就一问五答可以吗？行，好，好，嗯，你只是开个玩笑，就是当真了。我开不起玩笑，我是个玻璃心的小姐姐。你不知道对长得好看的小姐姐要温柔一点吗？要怜香惜玉，懂吗？嗯，感谢左心哥，谢谢康康。好和平，太和谐了吧，这也，我的天，这多尴尬。对，你那个什么，我问一下你，你说出你找男朋友的五个条件吧。我找男朋友的五个条件吗？嗯，我找男朋友的五个条件，要就是第一个条件是大家都知道的啊，中国文化嘛，要有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因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博大精深，知道吧？然后还有啥？我想一想，那我取关不好意思，取关就取关，好稀奇哦，真的是。来口气，欢迎琪琪。嗯，大家尊重一下协调好吗？你说你到底倒是上啊？你倒是上啊？还有不要这样嘛，不要这样嘛。他就是必须要有那个会抖动的胸肌，对，就是要会抖动的胸肌。为什么呢？就是要感时时刻刻感受他就是对我的那种心跳，什么大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知道吧？走心哥，懂了吗？走心哥，欢迎小兔子。就是要有会抖动的胸肌，为什么？这样子我才能够确切的，就是用手掌去感受到他，就是为我心动的那种感觉，那种扑通扑通的感觉。欢迎帅大叔，卡微信嘛，卡微信超火，卡微信啊，宝贝。被刮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要诚实，就不能瞒着我，就我最讨厌就是什么都不告诉我的。我希望两个人之间互相坦诚，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就算你出轨了，你告诉我，好，那我都不会怪你，对吧？嗯，对对对，感谢宝宝可渣了，感谢宝宝可渣了，谢谢冰激凌的鱼丸，哦，我们好和平的鱼丸局，好，我们和平的鱼丸局，那就不用惩罚了吧？我的天，咱们不能这样子，你们这是干啥呢？咱们不能这样，那就算了吧，我回答了三个条件，还有另外两个条件暂时还没有想到，就是反正就是我觉得一个人的人品最重要，然后就比较看重人品，然后就是那最重要一点就是他必须要喜欢我嘛，对吧？要爱我，然后要对我好，那就是这几点，就这五点。对，慧雅也知道这个意思吗？博大精深，不知道你要问慧雅。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对，博大精深，对，重要的是中国文化哦啊，拜拜拜拜，拜拜的班卡，谢谢叔叔的玫瑰花，谢谢态度可以证明一个人的赞，大家帮小美就是过过福星任务吧，小美太难了，那我去问问他，你去问呀，你去问问他，这个是我们直播间的梗，很早之前的梗，就是上一次我跟就是欢欢和他们做在西安做节目的时候，就是他们就问过嘛，然后我就说过这个，我也说过当时，谢态度可以证明一个人送出的赞，感谢态度可以证明一个人，我们四星任务差两个人头，差两个人头，宝贝们一毛钱凑一凑呀，左一分享给我那首歌叫啥名字来着？看一下，
为什么我搜藏了还没有呢？应该有了，刷新了。哎，还是没有啊，啥情况？欢迎小 K， 欢迎 K 总，欢迎欢迎夏，欢迎夏。嗯，什么福星任务不是私信任务？谢罐头的吻和赞。是什么情况呢？什么情况？我的收藏为什么比电脑上的多啊？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咋了嘛？哎呀，我有个很得劲儿的东西要跟你们交流一下。哎，不是这个。感谢 Kimi 哥的1000幸福券，谢 Kimi 哥，感谢 Kimi 哥。咦？哎，什么情况？为什么电脑上搜不到？别叫 Kimi 搞得跟娘们似的。好吧，痴心先生，你抽到了啥呀？咦？哦，找到，在这儿。这个好得劲儿，我觉得听得让我脸红，太脸红了。他没说清楚，为什么没说清楚？你咋问的？这首歌真的，你听的好害羞的。四等飞稿是吧？欢迎白色哥，欢迎，谢白色哥荧光棒。你其实懂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差一个人头，私信任务的人头就凑齐了。大家帮小美凑凑私信任务的人头吧，可以吗？就一毛钱的事情。很对，很有感觉，社会人是吧？哎呀。咦，我没有那个灯，哎，我有那个灯，我试试把这个灯关了，弄一下，我去捣鼓一下。好像我还是没有那种感觉啊，还是没有那种感觉。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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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黑了吧。关灯，太黑了。
歌太牛掰了，欢迎欢迎欢迎稳过龙门小天鹅店长稳健，欢迎稳健。这首歌真的太厉害了，回去想一下，但怎么搞一下啊？白嫖才香不香？我要过人物，我要过人物。是不错吧？哎，其实这个灯其实可以这样用哎，这个灯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灯，我的这个灯可以这样用啊，就是比如说这样。哎，也不行。对，可以这样。哎，也不太行啊。能分享到鱼吧吗？不能，不能分享到鱼吧，分享不了。它是只能酷狗自己分享。只能微信分享给你啊，只能微信分享给，就是给对方，因为这都是左一微信分享给我的，别人问就下次，不要，就是还是帮小美办张卡嘛，就是过过任务凑一凑，开个灯，听啥呢？再听一次。突然变亮，好不习惯哦，太亮了吧，这也。怀里的猫突然不香了，撸什么猫呢？斗鱼直播不好看吗？对吧？斗鱼直播关灯的样子漂亮是吗？关灯没有美颜了，大哥。欢迎没得念。对啊，后来就是之前我不是在斗鱼停播一段时间嘛，然后豚鼠找我去抖音，反正当时蛮糟。你现在柔柔跟豚鼠解了吗？解了吗？你和豚鼠解了？就是我抖音的号就被他们骗到他们公会去挂着了，然后我现在就等那个时间过了之后，直接去他们退会。哎，抖音那边就是原来熊猫的嘛，苏小小啊，他们一群人去了抖音，然后他们给我讲，对，我会骂你的，然后就给我讲说在抖音播的不太好。其实也还行，其实我不想抖音不直播，就是其实想带货，但是所有的想签我过去，就是想让我去他们的那种所有公司都是想让我去直播。所以我就很反感，对，他们让我干嘛我就偏不干嘛。哎，其实带货带好了还是赚钱的。是的，欢迎亚洲。后来我就自己弄，自己想拍什么拍什么。对，那你现在就做除了直播你还有别的副业吗？对，我的副业就是自己弄视频。就做衣服吗？不，做美妆。美妆做的怎么样？刚刚开始研究我的副业，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小红书。欢迎小骑牛骑马。其实做这个前期要投很多钱，真的不用，就是其实你就自己发发呗。就是我有个朋友，他其实抖音就2-3万粉丝，但他的粉丝很垂直，然后他每天带货都拿6000块钱的佣金。那还挺好的呀。搞个白嫖车队嘛，你们太坏了。你都不想帮小美过任务吗？欢迎吕布，欢迎吕布。都不欢迎一下吗？没有提示啊，没有提示啊，小憨憨。欢迎青珊珊。对啊，其实干不管是干哪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辛苦不容易。对，
欢迎二锅头。反正我每天也没事，直播之前就化妆就录视频就行了。对，好看的就剪出来，不好看的就不剪。噔噔噔噔噔，对。谢谢用户的吗？谢用户。我最近你知道吗？整天在研究怎么长头发。长头发，我头发也很少，没有用。我的头发是细软啊，我也是，就特别软。然后我这是这儿戴了发片，你知道吧？我要不戴发片，整个啪在头上。那你性格肯定也很好，对，因为头发细软的女生就是很好说话，对，性格比较温柔，对，很温柔，不会发脾气。因为我也是。然后你知道吗，我之前我就整天接头发，接着自己头发越来越对，千万别接了，我也但是没有办法，就不接头发感觉没有头发。嗯，你这不是接的吧？我接了一点，就是接了一点，就接发量。嗯，接头发主要是太难受了。嗯，哎，兄弟们，我们休息一下吧。好，兄弟们，没人上一上吗？一个车车不多呀，上一上，上一上吧。欢迎六六，大家帮小美守一守好吗？我感觉我要去世了。我觉得我要去世了，宝贝们。欢迎旧城，故地，欢迎旧城故地。一起，最后一分多钟了，大家帮小美守一守吧。左一还欠了100块钱，我一会儿去连他。噔噔噔！哇，谢谢，感谢我人间月如梦，人间风月梦。1002的赞。哇，感谢我风月，感谢我风月，感谢风月的车车。我就说嘛，我要去世了。感谢我风月。我要准备发手收了。快点去点他，马上就快下了，是吗？他要下播了吗？他不是要播很晚吗？跟我一样的呀。Timmy 忽悠走了，谢我风月。Timmy 哥，那你是不是帮我守一下？我太难了，你看，你看我有多难。我想哭。今天我觉得弱鸡，那以后那我叫你峰峰吧，你是妹子吗？谢谢老王，谢谢老王的1000幸福券，感谢老王。老王，你抽到啥了？哇，感谢我蟹黄，感谢我蟹黄的火箭，谢谢我蟹黄，感谢我蟹黄没有蟹黄没有说话。我以为他不在，你知道吧？我以为他不在。太难了，太难了。感谢我要去拿我的那个笔了。就画一个手吧，就画一个手。好的，好的。好的，没事，我穿的长袖今天。行，就画一个手。这个卸妆湿巾用的好快呀，又该买了。这是什么画的绑带吗？就画一个网就可以，就画一个手吧，小麦。好的好的，谢谢小沙。没事没事，都自己人。好，老熟人了。OK OK OK。
为什么没来了？不知道呀，我也不知道，你得问他呀。嗯，没来就没来呗，对吧？嗯，没来我们就大家凑凑凑凑凑凑。眼角针怎么画怪怪的？是吗？是那个高光吧？嗯，能再去等一下，我不知道房间号呀。那边人太多了，哪边人太多了？你去哪儿了？啊，是吗？欢迎下路的小哥，大家6块钱帮小美办张卡好吗？凑凑咱们这个四星任务，太难了，一万贡献值才凑704。走吧走吧，拜拜拜拜。哼，别回来了。然后呢？你不给我半张牌子吗？天天白嫖我，你好意思哦？你还要带着别人白嫖我？对呀、啊，朱哥，没人说话，我好难。欢迎左手的诱惑。你看漫天的飞雪。欢迎雨散。就是。你看漫天的飞雪，成都都下雪了，小美没有喇叭了，小美太惨了，说着说着我就想哭。20个牌子不好养，下了好多牌子，就不想给我搬个牌子呗，就是借口。悲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没人心疼的滋味，我给你的爱已经被掩埋，我舍不得这样放开。悲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没人来陪的滋味，你的爱不在，我一片空白，爱真的让人好无奈，好无奈。
就这首歌才能表达我的心情。欢迎 AY0113。漫天的飞雪，就如同我的心一样，就是这个天气就跟我的心一样冷冷的。今天成都下雪了，九一再连吧，应该我看看呢。喊辣才挑战我，我没有人，没有人。爱我的眼神。若是言对你没有条件，辣条太猛了，辣条有大哥呢。没有老公粉啊，哪有老公粉嘛？辣条要打我，真的吗？真的吗？那我咋办？悲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没人心疼的滋味。对，不要自取其辱啊！这句话说的很对。感谢门门，欢迎我们门门，请用户帮忙的。没有人来陪的滋味，哇，这句歌词写的太好了。好无奈。陪你玩过吃鸡游戏，现实好像见过你在做梦着吧。我从来不打吃鸡。就连左一吧，拉条说了什么？你的爱不在我一片空白，爱真的让人好无奈，好无奈。欢迎三金叔叔，三金叔叔，我太伤心了，他们都说要白嫖我。你去哪儿了三金叔叔？欢迎六六。三叔你去哪儿了？三叔我好想你啊三叔。成都下雪了，有点大。哎，拒绝了我的连麦，好吧。感谢三叔，哇，谢三叔的皇冠和戒指，爱姐。哦，卓一说怎么还差完五？卓一差我一百块，欠我一百块钱。谢谢三金叔的皇冠。真黑，怎么你就别砸蛋了吧？就别砸蛋了吧？对，你太亏了，还不如砸蛋，还不如给小美公回任务呢。我们四星任务查攻心值的，帮小美抽抽攻心值吧，抽一抽攻心值好吗？左一开始了，这左一跳完舞，你连我。感谢听宝哥的幸福卷，谢听宝哥。我的天，我看看你这个妆，不是这个妆容，我就吓了一大跳，我就很害怕。有这么吓人吗？不吓人啊，吓人吗？很怕，我怕一会儿传到我的脸上。我一般都不传的，画的我一都是吗？是啊，那个那我们玩什么？那你可以到时候接我手上这个吧。手上什么东西啊？手上这个网吗？要画在手上呀。对，
就你说的就画在手上这回答。对，画手上谁更谁能看得见呀？对，就能看得见。怎么了三金叔叔，咋还抽上了提莫哥？提莫哥就不能抽吗？又是这个帅哥。哎，你见过这个帅哥吗三叔？嗯，三金叔叔对我挺好的。是吗？那我们玩什么？路过的时候就给我扔几张办卡，挺好的啊。大气大气。欢迎蜜汁啊，欢迎大魔王啊。那你输的话你就别画了，你输的话你就你说你就在你那个锁骨里倒点水舔干净，行不行？啊，这儿舔一下是吧？好，可以。就倒点水，然后用手这么舔干净。好，但是为什么我觉得你舌头伸的那么让人想入非非呢？就你放一点，然后就啊这么舔啊，舔干净啊。那个我们中间玩什么？中间玩，你想玩什么？中间你说吧，都可以。都可以是吧？嗯。那就玩愿不愿意吧，好不好？愿不愿意什么？哦，我知道了，嗯，这个好。三弟说我知道了，你这把不会帮我了，我太难了。这样好吧，我想哭。今天就玩了个愿不愿意，不愿意的话就打屁股叫爸爸，行不行？打屁股吧，嗯，可以吗？就打屁股嘛，我绝对给你打个标准的，嗯，不要叫爸爸。那就不叫爸爸就没意思了。就换一个吧，不愿意的话就干什么呢？欢迎我三金叔叔。你这是什么舞？招财猫舞。我感觉三叔要帮对面了。这个是我希望用这个小舞蹈能望一下我三金叔叔嘛，在今年能不能多赚几个亿啥的。三金叔叔的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不愿意的话就不愿意的话就在脖子上画三竖吧。嗯，好的，可以可以。好，你先开始还是我先开始啊？嗯，我先开始吧。嗯，那你先开始吧。你愿不愿意舔一下你的镜头？舔一下镜头啊？嗯，不想恶心了还舔一下镜头。到我了啊。嗯，那我问一下你愿不愿意？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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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叔，是三叔吗？感谢我啊，好啊，我过了个三星任务。我也想过任务，好难啊。真好，此时此刻我突然有点躁动。到谁问了？你了，你问我了。那我问一下，你笑什么？幸灾乐祸啊？你愿不愿意这个样子？你看着我啊，就这样，就这样。你把音乐先关了，把音乐关了啊。就这样。三金叔叔，三金叔叔，你愿意吗？可以。嗯，三金啊，三叔啊，来开始。那你放歌吧，我嗯。哇，他好性感哎。三金叔叔，三金叔叔。你小心摇晕了，这会儿的啊！你小心啊！不会的，三金叔叔太难了呀！三金叔叔，可以了，可以了，到你了，到你了，到你了。好，嗯，那个，我想一想，嗯，我三金叔叔今天手气可以啊，没亏钱在我这边。谢谢比个棒，欢迎比个棒，谢比个棒的荧光棒，谢谢真情人的幸福卷，嗯。来帮小美众筹一下四星任务吧，一直过不去，过不去太难了。来，到你了。我想一下啊，那你愿不愿意就是把笔立在这个板凳上，然后坐下去？妈？
像这样，像这样，一支笔啊，立在板凳上，然后坐下去。就坐在地上，嗯，是的，是的，嗯。欢迎提莫哥。我坐下去了。真的假的？你坐，这个。坐下去了。你没坐，卡住了吗？你卡住了吗？你觉得呢？我不知道，这个我咋知道呢？我又不是你。到我了啊！到我了是吧？嗯。那我问一下，你愿不愿意用你的嘴巴亲一下你的屏幕？亲屏幕还是亲镜头呀？亲屏幕，凑近点就亲就行了。就这样亲屏幕还是亲这个镜头？嗯，来、啊。等一下，我嘴皮有点干啊，弄点水舔一舔。勾住衣服了、嗯、再次感谢我猪哥送的一个么么哒，感谢我猪哥，到你了啊。嗯，我想一想啊，嗯，我想一下，感谢我猪哥、啊、我终于可以能赢一把了，对不对？那你说是不是？我太难了，等一下惩罚是什么来着？就在那个锁骨里放点水，然后用舌头挺安逸。欢迎那个侯玉洁，欢迎侯玉洁啊！感谢我猪哥送的么么哒，这会儿的啊。嗯，太难了，三金叔叔，你让我最后去是吗？对吧？你让我中间这样，我的心好难过，好痛。那你叔走了，不在我直播间，他走了、啊。走了吗？了哦，他那个只有18分，哎，太难了。感谢我猪哥又一个么么哒，感谢我猪哥啊！感谢我猪哥。嗯嗯，我想一想啊，嗯嗯，那你愿不愿意就是，这样的倒立着，然后把头就放在就是两腿之间？好吧，愿意。不愿意。愿意。欢迎潇洒的少年犯。那我问一下，你愿把腿放在凳子上，从脚抚摸到大腿根部，来回两遍吗？啊，那我给你放音乐了。主要是我不想在身上画东西。好，可以了吧？也不是你多少？你是不是你是不是都175了？你这身高啊？我168。168呀，对，哎，你腿好长呀，还行，完了吧，咱们拉拉票吧，好吧，好的好的，欢迎我彭雅哥，欢迎彭雅哥，你们家会偷塔吗？没有人偷塔，我也不知道。三金叔叔说不定隐身的啊，想看你。我不知道啊，就没有人说话，我太难过了，很伤心。三金叔叔好，这回的啊，三金叔叔真好，我本来赢不了的。我那个国际艺术协会欢迎你啊！欢迎弟，欢迎弟，徐茶，我经常看到你那个韩茶，欢迎来自伦敦的困困，困困你在伦敦吗？我经常能看到你那个。知道为什么没打给我？为什么你说？啊，小满，我经常能看到你那个礼物飘屏的，我经常看到。是啊，我没大哥啊，都是他们，就是全部就是过路的各位好哥哥凑的，嗯。过路的人家都给你打火箭的，起码都上来。好，感谢团团的脑残粉的星空卡，哇，谢谢团团脑残粉的66星空卡，哇，谢谢这位好朋友。哎，不是没人吗？我不知道呀，我不知道呀。这位朋友是新朋友，对，嗯。哎天，所以我看不到了呀，什么惩罚我啊？你就接我的这个呀，接我的这个画网吗？画网，我在电脑上看怎么画呢？嗯，对。
就一直叉叉叉呗，是不是、啊、对对对，感谢团团的脑残粉，我要给你比一个正儿八经的心啊，谢谢、哦、欢迎西西，欢迎西西，谢谢团团的脑残粉，谢谢谢团团脑残粉哥哥的六六星空卡，就谢谢谢谢舔锁骨，刚刚对整盘是舔锁骨，是什么？就是我给你舔、就是，专门给你舔一个，对，就这样。不是哥哥，哥哥残粉哥，他说的是在锁骨里面倒点水，然后用舌头这么舔干净。哎呀，锁骨哥、哎、不是那个残粉哥，我跟你说，我们可以对吧？就是我们自己舔自己玩对吧？这有什么看不见？最后一秒钟，我应该拉拉票的，我应该数一数，他就不会少。哎，糊涂啊！不糊涂、啊，你最棒，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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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跟左一玩这个，嗯啊，反正总看得到嘛。哎，群校，感谢残粉哥，谢谢。你欠我100块钱。你六点钟，我今天特意看了你六点钟，你没有开。我六点半，我是不是那条朋友圈就是写的六点半？六点半。你写的是六点钟啊。六点半，六点半，我自己等一下看一下我的朋友圈啊。嗯，看一下我的朋友圈。下午六点半前能爬起来开工吗？挂了。哎呀，算了，玩不起了。给你攒。那个，啥事没干，100块钱没了。可以，旋转一百。那我们这样，我们这把输了，就是我们给对方发三个红包，一个10块的，一个5块的，一个100的，随便点一个，好不好？可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然后还不要把我100块钱赚回来。欢迎三金叔，欢迎三金叔叔。不要把我的100块钱赚回来。我先把这个100块钱收了。哎，不是说本来我这把想找你玩舔锁骨的。舔锁骨啊？不舔不舔，舔什么锁骨？赚钱。完了，我感觉我又要亏。谢谢三金叔叔的魔法皇冠。我感觉我今晚又要亏。看看左一的，我感觉我这把用亏了。感谢三金叔叔的魔法指环，谢谢三金叔。哎，左一的来自左一的100块钱，开心开心，我会把它赢回来的。嗯，我会把它赢回来的。谢三金叔叔的星空卡，不谢谢老残粉的星，谢谢残粉哥的星空卡，谢三金叔叔的皇冠，谢三金叔叔的魔法，谢谢，感谢我们大家鱼丸，那我们过程就扭腰跳舞吧，好吧？好的，可以。我来放歌，感谢我们如此哥哥的丸子，谢谢。哎，你给我分享那首歌，我今天研究了一下，然后把灯关了跳，哎，感觉还可以，我决定重新弄一下我的灯不行。没有那种氛围的，我也准备重新弄一下我的灯，但是我的灯找不到了。嗯，就要淘宝买吧，应该。感谢三金叔叔的魔法皇冠，谢谢。三金叔，今天能不能手上留点钱？我就想把我的100块钱给赚回来。不可能，这100块钱。手上留点钱，我还要再赚100块钱。唱首歌。100块钱没了。哇，你今天穿的，哇塞，我好像也有这个项圈，是吧？对，我也有这个。哇塞，太顶了吧！
찾아라는 너의 한마디 답은 먹었냐고 묻던 너의 메시지 아주 아주 작은 일상들이 이별 앞에 떠와 파 사람이 어떻게 변하나요 对，是你的坏了，我没有，我有，但是我不喜欢穿袜子，我喜欢光溜溜的感觉，我喜欢那种滑滑的触感，我自卑了啊，我自卑了，是的，我没有，我没有。노래불러봐도즐겁지가않아집앞골목에도왠지익숙하지않아친구들을만나봐도웃어지질않아아직내게못한말이너무많아나도나도나도시들어가하루하루버틸수없어 break down 이제와서누가누구탓해그래중학생을사랑해도다똑같아모두모두그날이별노래처럼결국잊혀질거야사랑이어떻게변하나요그렇게쉬운가요算了，挤我也挤不出来，不挤了。感谢我们哇、哦，感谢我们懒猪哥哥的火箭，感谢我们蛋蛋，谢谢。太猛了吧！你快点，你站起来给我跳。啊！我要把那100块钱还回去了。懒大懒猪哥哥，你要是把我赢了，我要是收到红包，我跟你平均分。不，你七我三。大懒猪，我赢是赢200，你知道吧？我跟你分，谁把我赢了，我跟谁分这个钱。我也是。人家大哥差那50块嘛，真的是。我跟你说，不是55，不是50块钱不50块钱的事情，这是一份心意，懂吗？不一样的，你懂吗？是不是懒猪哥？谢谢大家的丸子，谢谢。谢谢我们懒猪哥哥，谢谢。最后3分多钟，大家帮小美上上分吧。毫无优势，我完了呀。살금살금다가오는웃음소리들려오지내바람에멈춰있는빛거림이느껴질때두근두근설레이는내가숨이하는길살며시단두기난그건너가아무도모르게이제는조대해이밤의판타시내게뭐그래줘Baby, talk, talk, talk. 나의 마음을 열어줘 Honey, go, go, go. 오늘 밤은 crazy. 感谢你们的，谢谢我们的幸福券。谢谢我们大家的小礼物，谢谢每一位哥哥们的小礼物，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大家。태양처럼달아오른이시간하루길살며시단두기欢迎小美上上上上分吧，欢迎这个的蛋蛋，谢谢。感谢老王的甜蜜卡丁车。내게뭐그래도좀주다가欢迎小美上上分。最后一分多钟了，帮小妹上上分吧。感谢老王，
谢谢冬木。欢迎我们景，欢迎我们景城哥哥，欢迎我们景城哥哥，景城哥哥晚上好。欢迎木君收到山叔召唤了，真的吗？大家帮小美上上分吧。谢谢我们的鱼丸，谢谢。感谢梦到所有人的梦，谢谢，谢谢梦到所有人的梦的魔法球。谢谢梦梦的指环，谢谢梦梦的球。这把有点难，太难了。欢迎走心哥。就最后的几十秒，就看能不能赚这个。这个几十块钱了，我刚亏了100。谢谢我们的星空棒棒糖，谢谢。我刚输的100块钱，你们能不能帮人家，能不能帮人家赚回来？就30秒了，谢谢我的天，我们还差300多怎么呢？我也一会儿去把这个项链给戴上，我也要穿这件。谢谢我们大家的丸子，谢谢，谢谢小哥哥们的丸子，谢谢你们的小礼物，谢谢。感谢梦梦的魔法球。还有就是10秒钟，我们大家守个塔吧，我们差的太近了，差太近了。感谢我们仙一哥哥的2个飞机，谢谢我们仙一哥哥的2个飞机。哦、感谢三级叔叔的火箭，哦吼！谢谢三级叔叔火箭，太难了。感谢我们三级哥哥的超级火箭，感谢我们仙一哥的飞机，谢谢。哇！哎，这100块钱赚不到，赚不到。穿不到，穿不到，穿不到，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了。来吧，来吧，来吧。哎，等一下啊，发3个红包是吧？对，是一个1块，一个10块，点得到呢？一个5块，一个10块，一个100。嗯，37啊，37太猛了，37太猛了。谢谢我三弟叔叔的火箭，谢谢我们仙一哥哥，谢谢我们仙一哥哥，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你想说不一样嘛，都是一份支持嘛，是不是？就你们都是支持依依嘛，对不对？好，哎，那个到时候三七能再来一次吗？三七叔问能不能再来一次，这次我们来玩舔锁骨，没有条件啊。你们家三七那么猛，嗯。你先发红包，发完再说。等一下啊，还有一个1块是吧？是不是还有1块？不，一个5块，一个10块，一个100。哦，一个10块，一个100，好的。好，三七哥，你说点第几个，我就点第几个。嗯，太难了。好，三七哥，你说点第几个，我就点第几个。你说点第几个？3个是吗？我点啦！快乐90！快乐90！不是啊，就是对吧？你把那另外2个点了，我也没有办法呀。我不会那么狗的，你放心好了，不会那么狗的。好的，好的。还有90，啊，说不定我就点了，对不对？再来一把吗？再来吧，我们三金叔叔再来一把。三金叔叔，这把如果输了，你给医药费吗？给医药费我就来。那这把有医药费吗？不，做人要讲诚信啊。就应该讲诚信，好背啊！还有一个5块的呢，不是很背，很背了。还有一个5块的呢，就是因为一般人就是肯定会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就是点，就是最后那个啥，最后不要我会点第一个。嗯，但是没想到吧，我不按套路。那你就告诉我哪一个是100的。没想到吧，我就没有按套路出牌。就不是你告诉我第一个是不是100？第中间那个是第100，啊，是吗？啊，好的那。第一个是5块。好的那，中间一个是100。哎呀妈呀！来再来吗？再来，我们玩舔锁骨，来不来？嗯。
三金说这把帮我吗？三金叔叔，那就来吧，叔叔都可以。三金叔叔，我的好叔叔，叔叔，我想请你吃火锅。叔叔，哎，等一下，哎，啥情况？等一下啊，换件衣服，一会儿去换吧，一会儿去换。哎，咋就啊、哦？我好像点错了，对吧？你连过来干啥呀？我的天！三叔说了啊，三叔说了，三金哥哥想吃海鲜是吗？就是海鲜火锅可以吗？海鲜火锅。我也想吃。那我们这把中间玩什么？他们我也想吃火锅。你来吧，来随便吃，我就在家里吃吧，你来的哈。这把就玩，玩嘴巴里咬个纸，然后钻血管吧，就不站起来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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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又要留了。大家尽力吧，尽力就好，没关系的。海鲜知道吗？哦。我懂了，我来放个歌。哎，是不是这样？就是这个地方挂一根线，然后把钩给那个那条缝挡住。对，就可以把钩做主，插管就不太会管。Bingo 啊，学到了，懂了，懂了，懂了。嗯，唱首歌。那我也有好多这样的。又要被摩擦了吗？生活虐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谢天当成请了呵呵，该我了。谢丸子，谢谢。谢大家的丸子，谢谢。谢字母君的魔法球魔法指环，对啊，超级羡慕你。哦哦，是什么意思啊，叔叔？叔叔，有一首歌想先给叔叔听，唱给叔叔听。大叔不要怕。哦哦，三金叔这是妖妃吗？我完了，我觉得哦，哇，谢谢三金叔叔的超火，感谢三金叔叔超火，谢谢叔叔，请你吃海鲜火锅，插个心。那个小美，我突然想了一件事情，我们舔肩膀好吧，锁骨我舔不到。好的，好的，好吧，好的，为啥舔不到？太深了嘛。谢三叔，谢叔叔，叔叔你真好，叔叔。感谢叔，谢三叔的魔法之翼，感谢三叔，欢迎你的收听。谢三叔，截个图。谢三叔，哇，谢三叔好多魔法之翼。谢三叔，截图截图，疯狂截图。谢我三叔，哇，砸不出来，我也好伤心啊，为什么没有城堡，没有乐园？我要请三叔吃火锅。三万五完了，哎，我怎么这个？砸了三万没出太难了。三万五完。
可能他在调几率吧。左一会不会就是有这个那个啥，就是你有没有想感受到我昨天的那种感觉要流出来了？你不讲本来是没有的，你不会一讲本就谢三叔的超火，谢三叔，感谢三叔，至于吗？我的天哪，至于吗？我的天哪，谢三叔的三番超火全部截图了，哇！我要发语音庆祝一下，谢三叔，这么打这么凶的吗？我的天哪，太帅了。十二点其实就清零了啊、哦，下午人多电刀才能说，是这样的。我们家有没有众筹一下的呀？课本是什么意思啊，字母哥？三叔你真好，刀哥今天没播，没播吗？他，我感觉他播的话我又会连到他。什么叫进课本是什么意思？三叔，我看看我的任务应该过了吧，一块。哇，五星任务还差十四个人头，什么鬼？大家帮小美搓搓人头吧。没同意加你，你找一下我弟弟好不好？找一下我弟弟，老地方等你。你走了吗，字母哥？谢天天向上的能量水晶，谢谢。感谢不羁的风，谢鸡下的赞，再次感谢三叔，太牛掰了。所以你休息一下不？你休息吧，我感觉你真的要溜了。我们聊会儿天嘛。欢迎啊，我是小水。嗯，一定感谢三叔，说了要请他吃海鲜火锅，必须请啊。还要把就是三叔附近的我的闺蜜全部介绍给他，对。必须请啊，必须请，就怕三叔不来吃。海鲜火锅，不是你们说的，欢迎等灯哥哥，欢迎等灯哥哥。三叔不要我闺蜜，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他要啥嘛？你啥也不要啊、哦？好的。好的呢，三叔。好的呀，好的呀，你去吧，你去吧，你去吧，去吧，去吧。快上，晚安，晚安，晚安。你挺三叔，好的，好的呢。我也挺三叔，谢字母哥的飞机，谢字母哥。等等哥，帮我凑一下人头，可以吗？等等，缺啥？帮小美抽抽人头，好不好？我们差十一个人头。嗯，所以你休息吧，休息吧。扭不动了，真扭不动了，我老了腰不好。感谢九日套红网，谢谢谢谢腿纹一年的赞，谢谢王小莫的吧，感谢等等哥的飞机，谢谢等等哥。撤了，好的吧，字母哥，谢谢你哦，谢谢。抱拳谢谢，感谢我等灯哥哥的飞机，谢谢等灯哥。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大家点一下关注，大家可以帮忙凑一下福星的人头。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吧？这也等一下，太多了。你们这把别凑，凑了又多了两个飞机，我又要被打了。
当点一下，点一下两边的关注，点一下，点一下。对，大家关注一下左一和小美啊，对吧？我们每天经常给大家就是整双 buff， 对。双 buff， 双倍快乐是吧？嗯，是真的双倍的快乐，不是同一种的那种快乐，是不同的快乐。感觉不太好。三叔什么？你是三？你是变成场控？昨天就有，是的，昨天就有。11500。双霸。准备看左一舔肩膀了。好的嘛，放什么歌呢？你定吧，你说了算。再次感谢我三级叔叔，谢谢叔叔。我放个这个，谢我们的玩具。到底要干嘛？怕我挺三叔，你困了吗？你今天睡了多久？感觉你天几下呀？三下，因为三叔嘛，三下。哇，太性感了！就被敲完警告了，那我溜啦，拜拜，顶不住了。你今天真没睡觉吗？我的天，叔叔，你没睡觉吗？快去休息。这个直播间要少来，对身体不好。为什么都要这样说？不要这样，对身体挺好的。我直播间多健康啊，对吧？啥也没有啊，就一个穿白衣服，连沟都没有。连沟也没有，还特别亮堂，也不关灯。对吧，三叔，多好呀！你不来我会想你的。对，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呢。多喝点营养快线。三叔，我们家还有那个什么高丽参，我给你拿去，给你寄去好不好？补补，多补补。还有灵芝，就是我去年买的。我可以给你炖那个，就是炖灵芝汤喝，还可以给你磨成粉，然后给你那个冲灵芝茶喝。你说好不好？好不好？三金叔叔，真的有，我现在可以拿出来给你看一下，看不看？是真的。就是我，而且我还有那个，就是同仁堂的那个，就是就是那种保健品的药吧，可以每天吃的那种，就促进就是气血的，就是保养的那种药。我也没怎么吃，对，我也可以，就是还有很多我可以给你吃，对，还挺贵买的，就我外婆让我买的。你们三了怎么样嘛？对吧？叔叔这么好，不该对叔叔好吗？不行。他帮小美凑福星任务好吗？Oh my god！ 这是那个字母君刷的。救命啊！那一些烦恼呢？出门收到康来信一大包，你是想怎样呢？他溜了，害你白白升了一级。没关系，三叔。他溜了，他说在老地方等你。没关系，三叔，对吧？是我给你多寄点土特产步步生子，是真的土特产哦，不是那种假的土特产。用恋爱公式解读的话，幸福会不会欧巴？
在楼下写个告白都说的结结巴巴，还有那些没人的话。 你去哪儿呀、啊、不该不中奖，来帮小美抽抽五星任务吧。是我看见你啊，我就特别想给你放这首歌，就看见三叔我的心里边就会老是循环这首歌。欢迎我三叔。三叔，我刚才说那个一看见你我的内心就会循环这首歌。大叔啊，哎大叔啊，欢迎落星冲冲冲，欢迎。一会儿去换吧，大家帮小美过完五星任务好吗？还差九个人头。不会欧巴，拜托我不要康乃馨。行行，我知道了。什么大叔啊，求求大叔啊，下次一定过。不行、啊、不行、啊、一定要过这个任务。我也去换一个那个这个调的那个。感谢老街冠军的班，感谢老街冠军。哎呀你说啊你说啊，会不会欧帕、啊、这个欧帕是啥意思？欢迎你的 cup ID， 欢迎 cup ID， 谢谢科科的大气。嗯，好，差五个人头，我去换个衣服回来差不多了啊，回来差不多了，换个衣服。谢谢老街冠军的幸福卷，谢谢。嗯，大家先听会儿歌好吗？再次感谢我三叔，谢谢叔叔，真好，叔叔。欢迎大司马，欢迎十二月大司马。去换个衣服啊，宝贝们。
这样真的可以，我突然发现，可以啊，可以。啥没唱啊，准备跳舞了，大家帮小美喊个喇叭好不好，喊个喇叭准备跳舞了，过过任务，过个任务，过个任务，裤子可以。又挣了200，开心哦，开心呢，今天好开心呢。嗯，换裤子肯定快啊。我挺喜欢这裤子的，你不懂，不理你。大家帮小美发发喇叭，跳舞了，跳舞了。
걸 우린 원래 이랬어 yeah 들어지는 아마 It's hot let me just hot 어떻게 널 다룰까 어쩔 줄을 몰라 너를 달래고 뺏어게 발로 차도 가끔 내게 미소 짓는 너 어떻게 놓게 怎么你穿着四角裤那我去换牛仔裤了 到底多大不知道啊？这个是贴的那个贴的那个贴的，这是贴的那个就没有，因为这个肩带是这样的。欢迎 Thomas。这裤子太难看了。